大家很久没有看到阿杰用手拿着漂亮的锹形虫了。很漂亮，在野外真的找到大黑雁锹形虫啊！老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夹耳朵啊？真的吗？好，这次台南的草质感的市集还是有我们的特宠摊位，但老朋友出现了，老朋友叫玉农爬虫工作室，玉农爬虫工作室是上次那个巨人吗？不是，这是日燕。日燕红萝卜，红萝卜好好吃哦。是，糟糕，我怎么看到什么都想吃。看，上次我们在讲的那么开心，那到底他们的寿命有多久？他们寿命大概是8到10年。8到10年。对，所以要选一只喜欢的，好好的照顾它。啊，这只是特别的品系吗？这是 NLP。NLP。对，是有 NLP。它的大眼睛好可爱哦。全是帅，就摸摸，就摸摸。没问题，宝贝啊，这个也要1万？不用，这个没，4000。它跟超雪不一样，就在比如说它有白鼻头、白尾尖哦，白鼻头、白尾尖，还有白手白脚，所以它身上的这些特别的性状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哎，这个跟刚才那个不是一样吗？这是全日直派，你可以看它的脖子，哦，脖子多一条，没有那个黑点的，是白色的，应该比那个贵很多。对，目前开价是8000元，如果阿姐要的话，16000。各位，我被抢了，各位太可怕了。各位，像现在这个时候养手工要记得加温这件事情。对，要记得加温哦。好可爱哦，我想抱抱。你看，你看，嘟嘟嘟嘟。雪花恶魔白酒。为什么它是白酒？你跟我讲。白酒它是一个三个已经组合而成的体系，然后就国外就称为恶魔白酒。很美，真的。好美啊！哦。不要再跟我讲多少钱了，不想听。你要加一个零。不会，这个便宜。不管了，今天等一下我要挑一只里面的东西带回去，帮你打包。你先忙，后面加一个零。好，别忘了。谢谢老板，滚蛋。谢谢，拜拜。超级棒，哇，这个标本很厉害。谢谢，谢谢。所以我们的摊是，我们是七角艺术 ，Dragon 剪纸艺术。好，还有，那等一下再过去。然后哦，这个包蛮漂亮。这应该是马来西亚或泰国进口，它有做那么漂亮。马来西亚，他把猪猪包进去了。我，对不起，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猪。各位，蝙蝠的台语怎么讲？蝙蝠的台语北部叫做立博啦，中部以南叫亚博啦。对不起，我激动了。没关系。这个是超巨的非洲的虎甲虫，以前我养过活的。哦。它吃东西会冲过来，大颚夹住以后就开始嚼嚼嚼嚼嚼。然后东南亚出名的人面春象。哇，你们有粉砖吗？我有名片。名片，还有没有脸书粉专？有，叫七角艺兔。然后我们有店面可以来参观。七角艺兔脸书粉专搜寻，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神奇、好玩、有趣的标本。谢谢。不要那么有礼貌，你要跟我讲干话。这之前我想买的三叶虫，这是三叶虫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剪得很漂亮啊！妈呀！哦。我发现你的剪纸是非常细致的，谢谢。我有在它下面涂夜光颜料哦，所以我用紫外线去照它，它就有荧光的效果哦。看到没有，荧光哎，好，关掉，再开。哦，这个巧思不错啊。像这样子一根要卖多少钱？这一座是490。490，如果拿来送喜欢昆虫的朋友，应该非常非常的棒，我觉得很好哎。哦，好了，来，对不起。我本来想说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我终于看到我的 cos， 这才是我的主场独角仙，很帅哎，独角仙很漂亮，哎，没有，这也是一张纸，这只独角仙是2张，2张哦，然后像这个螳螂是1张，外面那个，这个是一张纸做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，而且你这张纸有花纹哎，对，它有花纹，这是进口的，正反两面，我都会去美术社找一些我觉得适合的材料，很棒，别忘了，别忘了要找我们的 Dragon 剪纸，在 IG 上面搜寻。谢谢。好啦，每一次展览最重要就是玩虫。那虽然说这一次我们在台南的草质感市集特宠区只有6摊，但是6摊我相信他们都精英进出。我们今天在现场的主理人是甲虫先生，杨虫坊。
跟甲虫先生合作一起来的。对，我们一起来办。太棒了！那你今天要带什么厉害虫要跟我讲？把最厉害拿出来，在我面前没有最厉害的就不要出来。厉害的其实昨天这两天草食感真的太多了，都卖光了。每一次虫展，所有小朋友、大朋友最爱就是我们长棘大兜虫，帅哈，帅哈！哇，我看到了，我最爱的锹形虫，长颈鹿锯好了，这只是 PGK。PGK， 大家很久没有看到阿杰用手拿着漂亮的锹形虫了。长颈鹿锯，我想、不要不要，你看它啦，然后这样夹人家是为什么啦？还好它夹不透。对，扁类的比较可怕，但是我记得还有一只咬合能力更厉害的。你不要害我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黑心肝的，他把那个直接这样对着我。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知道非洲最漂亮、最大型的大黑雁锹形虫。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夹很痛呢？因为这个变态，它夹了你以后，它开始震动，越要把它弄开，它就震动越大力，夹得越大力。啊，老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夹耳朵啊？真的吗？没有骗你的。有说这一段吗？你知道夹耳朵会流眼泪。然后我刚有看到老板拿超大的大扁，你要小心，如果扁不要。你不要再下来，我怕他夹我，因为这夹超痛。对对对对，抠他屁股，抠他屁股。这只雅奇扁其实它的大颚的齿形有出来，而且大颚形状很粗壮哦。好，我想要来最后一只我喜欢的，这是特殊色，很漂亮。印尼金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前足胫节有一个片状物，片状物是拿来切蒲公英的茎，然后去吸食汁液。之前原本安排要去巴布亚新几内亚，可是后来疫情的关系也没办法去，但是。各位，明年解禁后就有机会去喽，帅哦！你看，很漂亮。这是我们最可爱的太仙仙，噔噔！现在要看到独角仙的成虫很难呢，超可爱。虽然它不大，可是你知道，看到独角仙就有一种浑身的热情都要燃烧起来，超棒！谢谢甲虫先生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甲虫先生，我要在哪边找到你？脸书嘛，脸书也叫甲虫先生。脸书搜寻甲虫先生，脸书搜寻洋葱坊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们。非常棒，非常热情的甲虫饲育者。上次水美园没介绍到的，就是我们的花田木甲。它最有名的就是有那种超漂亮的乌龟，一只都上百万。来看看，我们从简单的、轻松的15万就好。东部香龟30万，每一只都很漂亮。这颜色、花纹都很美，我看了都想养啊。窄桥夹龟，哇，这个念起来有点老舍，但是它真的超可爱。看看，可爱吧？我觉得这我可以养一只我家里面的水里面，枫叶龟走掉以后就没有东西了。丹丹龟，可爱的爬虫，松狮蜥。丹丹，还有妹妹身上也有。不要放火，借我看一下。这是我最小的，只有这么衰呀。可爱吗？我真的想不出来。这颜色超漂亮，超可爱。这个颜色我如果没记错是很贵的。来，妹妹，谢谢，还你了。厉害的温控爬箱，而且预购价只要3000块，超便宜。所有的都切割得很好，透气孔、紫外线灯、加热灯、环境温度，还有温湿度的控制。最重要有什么？有这个。看看，所有都是电脑监控。就我自己养爬虫的经验，你要把温控、灯光所有东西买齐，就超过这个金额。然后重要的是你还要用一堆插头，还要延长线去插，但是刚才聊过很棒哦，他把所有的线材整合在这台机器里面，他只要插一个电源，所有东西都能控制到。我光觉得是这一点，这一箱就必备。现在预购价只要3000块，直接找花田木甲。谢谢，直接找联络我们花田木甲粉丝团就好。拜拜拜拜。可以打开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场很棒的草质感市集要结束了，那很高兴能获到主办单位的邀请，把我的侏儒啊拿来这边做展览，很开心。我相信有开始就有结束，这场结束了，所有的资讯我都放在影片中，你喜欢任何植物都可以私讯大家的粉专，找到你心仪的植物，就像上面写的草质感终点站，感谢大家辛苦了。